各位早晨，今日系6月15日星期六，小天早晨。早晨啊，彭翠莹，睇嚟大家要过一个有雨嘅周末喎。系啊，而且仲要大风大雨添啊！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现正生效，预测密云有狂风大雨，海面有涌浪，最高气温大约系27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同埋高地系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狂风大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会减弱。跟住睇下今朝嘅新闻提要。美國司法部長霍爾德話：有信心將泄露華府監控民眾通訊嘅人繩之於法。美國話敍利亞政府軍使用化學武器，會軍事支援敍利亞反對派就唔會設立禁飛區。德國哈萊網球公開賽，費德勒晉身四強。詳細內容，美國司法部長霍爾德話。有信心將泄露華府監控民眾通訊事件中嘅中情局前職員霍爾登繩之於法。美國司法部長霍爾德到愛爾蘭出席會議，被記者問到點解仲未採取行動拘捕斯諾登嘅時候，霍爾德話：當局正係調查，佢有信心會將泄密嘅人繩之於法。華盛頓郵報引述美國官員報導，經過評估之後，相信斯諾登取得幾十個敏感資料檔案。現時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資深記者的美國聯邦調查局前副局長約翰米勒認為，華府正研究以什麼罪名起訴斯諾登，因為如果提出叛國、間諜等等可以判終身監禁甚至死刑的罪名，可能會令到香港政府不願意引渡斯諾登，但如果提出盜竊政府財物、濫用政府電腦等只是判2至5年監禁的罪名，華府不能夠接受，所以正是研究提出可以判10至20年監禁的罪名，為兩地政府接受並符合雙方的引渡協議。不過約翰米勒說，如果斯諾登反對，引渡程序隨時會花上幾年的時間。美國監控民眾通訊在歐洲引起廣泛關注，德國總理默克爾表明會在美國總統奧巴馬下個禮拜到柏林訪問的時候討論有關問題。奧巴馬訪問德國之前會先到英國出席八國集團峰會，白宮發言人已經說到時奧巴馬會向各國領袖解釋監控計劃對反恐非常重要，並且已經有機制防止濫用取得的資訊。無線電視記者黃德蘭報導。有美國傳媒報導，當局正係調查斯諾登係咪同中國有關係。唔係北京，外交部話事件證明中國係網絡攻擊受害者嘅講法。《環球時報》就發表文章，認為中國政府在斯諾登事件上不應該純粹考慮中美關係。在北京，外交部再次回應斯諾登事件。這次一些最近事態的發展也印證了中國是遭受網絡攻擊最嚴重的國家之一，而且也說明當前在國際空間非常需要制定一個國際規則。他又說，外交部已設立網絡事務辦公室，負責協調進行網絡事務的外交活動。而中國《環球時報》發表評論文章，指在處理斯諾登事件上，對中美關係的考慮不應該壓倒一切細節。文章指，如果斯諾登揭露美國政府攻擊中國和香港的網絡涉及中國國家利益，他可能還有更多證據，中國政府應該讓他講出來，再跟美方交涉。文章又提到，斯諾登是美國的政治犯，但他正在為世界做好事，不應該是燙手山芋，而是中美建立真正新型大國關係的一道試題，將他引渡回美國，在輿論上肯定不受歡迎。無線電視記者馬雪瑩報導。美國表示掌握大量敍利亞政府軍使用化學武器的證據，已經向聯合國通報部分的個案，但就不傾向向敍利亞設立禁飛區。聯合國和俄羅斯就認為美國軍事支援敍利亞反對派無助緩和局勢。敍利亞戰鬥持續兩年，華府終於決定軍事支援敍利亞反對派，但對於會不會好像兩年前應對利比亞戰亂咁在敍利亞上空設立禁飛區，當局認為有難度，代價亦都太高。They're fighting in some instances block by block in cities. That's not a problem you can solve from the air. So I think people need to understand that the no-fly zone is not some type of silver bullet that is going to stop
a very intense and in some respects sectarian conflict that is taking place on the ground. 白宮前一日說掌握確鑿證據顯示敘利亞總統巴沙爾的軍隊曾經多次動用化學武器對付反對派已經跨越美國總統奧巴馬定下的紅線美國決定向敘利亞反對派提供軍事支援 下個月即將出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的現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蘇珊·賴斯說華府已經去信聯合國指巴沙爾的軍隊最少在阿勒頗的兩次戰鬥中使用沙林毒氣 大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認為，華府喺未有實地調查之前，就指控敘利亞政府軍使用化學武器並軍事支援反對派，只會令到越嚟越多嘅武器流入敘利亞，對緩和當地局勢毫無幫助。 同美國共同主導下個月敘利亞國際會議嘅俄羅斯就批評美國支援反對派，但強調俄羅斯唔會喺敘利亞問題上同美國競爭。而英國、法國同加拿大都歡迎美國嘅決定。喺北京，外交部就重申以政治方式解決敘利亞問題最理想。 敘利亞嘅持續戰鬥已經造成超過93,000人喪生，近期更加因為黎巴嫩真主黨介入而越趨激烈。真主黨領袖納斯魯拉一個月內第二度透過錄影講話表示，會一直支持巴沙爾對抗反對派，並會取得最終勝利。無線電視記者周志玲報導。 巴西城堡羅市同里約熱內盧市，幾千人上街示威，抗議公共交通工具加價。示威者同警員爆發衝突。喺城堡羅，大約5000個示威者連續多晚上街，唔少人都係大學生。有示威者放火燒垃圾，警方用催淚氣體、橡膠子彈同埋胡椒噴霧驅趕，多人受傷。當地傳媒報導，超過200人被扣留。 部分人可能被控破壞財產等嘅罪名，示威導致交通受阻，唔少個鋪頭要提早關門。里約熱內盧亦都有大約2000人示威，抗議巴士同埋鐵路加價，亦都觸發警民衝突。示威正值洲際國家杯賽事即將喺巴西正式揭幕。 外界關注示威衝突會唔會蔓延。翻嚟本港，機場保安公司行政總裁周富祥尋日晚去到廉署。機場保安有限公司早前表示，已經成立3人小組，調查周富祥被指喺一項工程合約當中有利益衝突嘅指控。機場保安公司行政總裁周富祥晚7點幾坐住一架私家車抵達北角廉署總部。 佢坐車後座中間嘅位置。早前有報導指，機場保安公司一項維修工程有得合約嘅公司曾經幫周富祥嘅私人物業裝修過。周富祥被指有利益衝突之嫌，亦都有報導指周富祥申領超時補水嘅過程有問題。 機場保安公司成立咗3人小組，調查周富祥涉及利益衝突嘅指控。機場保安公司董事會成員黃桂軒係調查小組嘅召集人。 佢話小組大概2個星期之前成立，周富祥亦都有嗰陣時開始休假。我哋經過收到不同嘅資料之後咧，係大概有需要組織呢一個調查嘅委員會。咁但詳細資料咧喺現階段咧係唔可以公開。咁涉及嘅人咧係淨係一周生一個，定係仲有其他員工都會可能牽涉其中嘅咧？一切咧有關乎呢一個調查嘅事情同埋人物咧，喺呢個階段咧，我哋都唔方便公開嘅。 周富祥出身警队，04年退休嘅时候任职高级助理警务处长，同年起出任机场保安公司行政总裁。至于周富祥系被邀请协助调查定系被正式拘捕，廉署话唔会评论个别个案。无线电视记者陈简报道。沙田有的士同专线小巴相撞，6个人受伤。的士严重毁烂，小巴架车头亦都撞毁。现场消息话。 昨晚11點幾，一架的士同一架小巴駛到去銀城街，懷疑失控相撞。兩架車上面合共有6個人受傷，全部送院救治。體育消息：德國哈雷網球公開賽頭號種子費德勒晉身4強。
费达拿在八强对住戴帽的德国球手斯华利夫，尽显草地王者的本色，令对手毫无还击之力。反手接发球之后，人哋勉强挡到，费达拿正手再补多板，第一盘轻松赢6-0。全场亦都只系打咗39分钟啫，费天王连续两盘请对手食蛋，再赢6-0晋身四强。睇嚟唔止呢项赛事，费达拿喺温布顿都仍然系大热门。白衫的二号种子法国球手加斯海亦攞到四强席位，他在八强月直落两盘6-3同埋7-6，淘汰了德国的美亚，将会同另一个德国球手哈斯争入决赛。6-3的哈斯就在另一场的八强迎战法国球手蒙菲斯，哈斯先输一盘6-7之下，连赢两盘6-3，反胜盘数2-1晋级。最后一个四强席位由8-3的俄罗斯球手尤兹尼攞到，他在八强以直落两盘6-3同6-2，赢了德国的高舒拉伯，将会同费达拿争入决赛。无线电视记者刘彦辉报道。美股有回吐，道指跌超过100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料美国明年起减少买债。转头回来会有详细报道。